舒淇在微博上晒出和白举纲的合照，并配文称：“心宽心宽，人宽了心就宽了，吃吧。”照片里，舒淇面色红润，白举纲戴着粉色的帽子，笑容灿烂。随后，白举纲在评论里回复道：“在你的相机里显得瘦一点，为了心宽，再多吃点。”舒淇果然是和别女星不一样。四号晚上，舒淇在网上晒了一张照片，应该是酒吧的酒柜，人家闲闲没事都是读书，我闲闲没事只能喝酒，所以人家是学霸，我是酒吧。有粉丝就直接调侃：“千杯不醉怎么来的？千杯不醉，名不虚传的你。”就喝酒来说，看舒淇这么喜欢，可能真是传说中的千杯不醉。可能也是因为喜欢喝酒，舒淇在不少电影都有喝酒的场景。本身舒淇就是那种自带气质和气场的女人，舒淇就是娱乐圈的一个符号，到今天都没有任何的雷同款。不管是外表还是演艺经历，可以说曾经的经历就像是舒淇积累的财富，更是成功转型代表。